首先我要覺得呢個地方是安全，我覺得我會回到嚟，我不需要去一個地方我覺得我回不到嚟。真的跑到河內一趟，然後、哦、對，然後今年會來的一位廚師也是電視名廚啊。澳洲呢就是街頭文化嗰個音樂很強烈，所以呢我就開始在街頭表演了。以前是在通用電器做公共關係官員，我們叫 corporate communication。嚟啲啊！佢話佢我未試過咁嚟嘅吧都。大城小聚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6:20。